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我胡不骑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第541集的节目。今天各位分享一个 Takara Tomy 推出的 LG 限定版本 Deadlock 死锁，又或者翻译为断魂锁。盒子的话，没想到这么小哦，是一个方形盒子，跟之前美版的或者是日版的吊卡是截然不同的。然后侧边一样是一个玩具的一个，这个几乎是一比一大小的一个玩具的一个半身罩，以及非常帅气的和会狂派黑色版本的漂移。那除了这个盒子之外，其实它还有附一本薄薄的漫画书，非常薄，那里头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小桥段而已，就几页。而且这个卖家很明显你没有好好保护它，你给我这样子叠在一起，然后打包就寄过来了，造成我的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凹痕，有点心伤。好吧，那盒子的部分呢就暂时到这边。OK， 我们来看到玩具的本体。这个断魂锁目前的这个姿态呢是仿刚盒子外面的两把短枪以及一把大枪背在后面，大枪这样稍微反光一下，各位看得比较清楚。那这个武器的一个搭载的话呢是这样的，两把小枪呢你除了可以两手持之外，这个你可以跟这个大枪呢本身呢做一个结合。结合的一个方式就是在这里，这边有两个一个洞，那这两个洞呢对应这边一样是有两个洞的，这样子把它扣进去就可以变成一个三个，像是类似一个三管的一个枪吧，这个说明书上面是有提到的，然后就变成这个样子。好不好看，我觉得还行吧，你姑且可以当成是它是一个站立的一个机枪的一个感觉，因为它变成这样子。那么它这里呢有一个握柄，另外一个握柄则是一个这种横向式的，这个是直的朝下嘛，而它这个则是一个左右动的。那这个持的时候呢，因为这个长枪啊就变成是你这样子握之后呢，另外一只手呢就是要去握住另外一边这个横向的这个部分。那基本上长枪握上去之后呢没有什么特别的动作可以摆哦，就是基本上就是这样子，蛮受限它的一个造型。如果你要两手都持枪，只能够上下这样子动。但是武器的话呢有这样子一个搭载也算可以吧。当然更漂亮的一个搭载呢则是将它完全的隐藏起来，隐藏进它的一个这个侧边的裙甲里头。我们这个大枪的话呢就暂时拿到一旁去，然后这个放这个枪的时候呢你可以两边呢去特别插一下，如果你这边呢放不进去的话呢你就换另外一把，或者是说转个方向收纳一下，如果收了进去就是收了进去，收不进去的话呢就再另外测试就好了，就这样子。哎，为什么两边都测不进去？OK， 是这样子，终于测试正确了。测试正确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个枪柄的部分呢，枪柄的部分是朝上的方向这样子插进去。这个在美版当年我的一个美版漂移呢，它是附带的是两把菜刀，这两把枪呢应该是当时是应该是啰嗦了，那么就拿出我当年收到的这个美版经典漂移呢来做一个对比。其实这两个是不同人物了，这个叫做死锁，这是漂移。它的话呢附带的并不是这个，它的是这个菜刀，两把大菜刀，涂装还不错，然后一样都是完美的一个收纳进裙甲，所以这个毕竟它的一个副武器来讲的话呢都是非常好的。以及背后这个原本当年的这个所谓的天下无双刀，天下无双这几个字，到了这个断魂锁的话一样也是写的天下无双，然后你们两个都天下无双，那到底谁是第二，对不对？这个黑色这个是完全是塑胶，那一样柔软度是一样，天下无双软才对，这个也是一样，这个也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进化。当然这个有玩具公司有很多的一个考量啊，这个可以是可以完美的一个收纳在背后，但是我个人非常不建议这个刀呢你放这样子，因为你有时候像我这个美版的这个玩具呢，因为把它收进去这个后面以后呢放在柜子里头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去把玩，结果它这个腿的话呢可能是两脚去夹到或者怎么样，因为玩具就全部鸡啊塞在一起啊，导致说这个 刀的话呢有一个扭曲的很长一段时间。那最后当然拿出来之后呢你在一段时间之后它会再恢复原状，只是要告诉各位你是这样收纳
可能这个刀变形的一个几率来讲是会非常的大的。那两个颜色到底哪个好看呢？一般来讲，黑色机体都会占优势。可是我必须要说实在话，这个白色漂移也实在是很好看。可能黑色机体是王道，但是白色机体可能又，对，更低调奢华一点吧。就白色机体也是真的很不错了，而且它这个最主要是它有一个汉字，这里有一个士这个字，这是一个汉字，然后这个断魂锁就没有了，感觉这个东方的感觉呢，就一下子削弱了很多。这个机器人哦，由于亚洲风格的话呢，就特别的会有加分到。那玩具本身的尺寸来说呢，哎，跟现在的 The Last 等级放在一起，确实是高的非常的多。整个用料的部分，零件数的多寡呢，也是非常惊人的。那黑色的一个机身的话，你看到吗？这个紫色的条纹，基本上在变形成人形之后呢。不突兀。首先，这个紫色的条纹必然是迁就于机器车形态的，但是在这个设计的一个情况下，它就是即使变成机器人也不会觉得它难看。那可动的话，就是除了腰部不能转之外，其他的一个关节部分呢，这个都是可以转得很不错的。这个这里额头肌也可以转，手肘最大也可以转，超过于90度，几乎是可以完全折起来了。然后这个轮胎在这边转动起来很漂亮哦，这个拳头可以转动，里头是拳头里头握一个洞的一个造型。然后这个裙甲基本上你可以做非常大幅度的一个摆动，这个裙甲基本上是完全不影响它的下盘可动了。下盘的话就有一点点悲剧，比较笨重。下盘的话几乎这个整个小腿是一块非常大的部件，而且就是腿的话接地量几乎是没有，这个往前往后。能够提供的一个接地帮助相对来讲比较有限，不过它这个脚底的一个接地面积非常的大，非常的大。那玩具的话呢，就质感来说还是做得不错。那红色的车窗来讲，杀气腾腾啊！但是你如果硬要我说的话，除非你是漂移这个模具的非常经典粉丝啊，但是我认为是现在这个价位，这个新台币，如果你加上个运费，基本上是几乎是2000块钱左右。这个价格我是觉得买这个东西是并非是非常划算的一个收藏啊，但是你跟我说，那买还是不买？我只能跟你说，这个价格也恐怕也是低不到哪去。如果你未来你想收的话，那我只能说现在的价格恐怕也是一个相对低档，未来能够再低，我觉得也是极为的有限吧，极为的有限。好的，那就是做的还是相当的不赖，只是这个价位的一个部分，你可能要思考一下。我们来示范一下死锁的一个变形。首先，我会比较啊，先把这个手的话呢给推上去，这边它就会自动打到一个定位。然后这个拳头的话呢，把它转成这样，洞口的话是朝外，这样子后面的收纳会比较简单。手先变成这样就行了。然后这个胸口这个部分挑开，先挑松就好，我只是要它可以挑松。那我会比较建议变形的时候呢，哎，这个车窗的话呢，本来是应该折进去的。这个时候我忘先把它翻出来了啊、哦。再来的话，我会建议先把这个腿给变形完，这个先折上去之后呢，里面这个关节折出来之后呢，再把这一片翻出来，这样整个才会是平的，这样比较简单哦。这样折上去出来之后再把它打平，这样子比较简单，比较好变。然后膝盖这个地方是整个反折上去的，然后这个鞋尖是要塞到这个胸甲的后方去。鞋尖塞到胸甲的后方，然后呢，两腿的话呢做一个合并。那这里要特别提一下，你看到没有？这个地方有一个直角，这个直角呢就是要跟这个胸口的这个地方也是有一个结合的，它是这样非常小的一个地方，这样挨上去，贴紧这样子。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会建议先把它变好，然后把这个裙甲的话呢，先把裙甲给扣好，这样子扣上来，这样扣上来。这个目的是为了让整个车身后方呢先固定住，为什么呢？虽然它腰不能转，可是它的这个腿这个地方髋关节这个地方关节是会滑动的，所以先这样把整个车子的后面整个变形完，你会比较方便做接下来的变形。再把这两片呢，这个地方稍微回，这个手这个地方你稍微转一下，回避掉它，而且它有一个关节可以往前面提，移过来就好。这边贴紧贴紧，然后呢再把这两片的话呢，朝中间做一个靠拢。这样子的一个变形呢，可以说是几乎是完全没有做到，部件之间呢完全没有任何的干涉呢，就漂亮的把它给变形完成了。
非常的漂亮。然后这个武器的话呢，我只能说你只能二择一了，看你是要收刀呢，还是要收枪，这把收进去，这两把势必有一把呢是不能够被做一个收纳的。然后车子的一个滚动性来讲，当然是不在话下，非常的流畅。然后这是之前白色的一个经典漂移，两个车子放在一起是不同的一个风格了哦。这个白色暴走族一般的一种是这个字，其实我还是会比较喜欢这个版本，黑色这个也不赖，但是就是感觉是比较不同的，那个黑色车身紫色条纹，红色的一个车窗，整体表现来讲的话，还是说可以的，这车尾灯这样子，几乎应该说它这个是等于是没有车尾灯了啊。这白色的车子先到一旁去吧，就这样子。轮胎的话，这个金色的一个条纹，本身是经典系列的模，经典3.0时代的模具都是做得非常扎实的。我所讲了一个次 MP 等级的一个玩具啊，这个紫色的条纹刚刚提过了啊，这个机器人形态下也是很好看的，非常流线的一个造型。唯一的一个缺点呢，只能说就是一个价位上可能非常的不亲民吧，就看你各位有没有能力呢，把它做一点收藏了。其他来讲就是，没有什么多大的毛病吧，就裂缝稍微大了一点，就这样子一个日版的一个限定商品，就利用这一集帮各位做一个分享，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